熊熊，引发雷霆震天，巨响轰隆，霹雳电光划破长空，天地能量无尽无穷，弥漫在滂沱雨中，宇宙中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一下。太神奇了，像科幻小说似的。那不就是人类空间被毁灭了吗？这就是异度空间的模型者。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哪儿不舒服？告诉妈妈。我没有不舒服，我也没有妈妈。那你早点休息吧。妈妈不能回来了。我要妈妈回来，我要妈妈回来。秋雨，过几天就是你生日了，我和你叔叔把这个礼物送给你。谢谢。哇，好漂亮！谢谢沈阿姨、徐叔叔。秋雨，你一定要保管好它，说不定将来能带给你好运呢。沈阿姨，徐叔叔，我一定会帮徐峰把你们救出来的。这个徐峰还想把我甩掉，没那么容易。Thank you.
两位想吃点什么呀？我来一个香草火。我们不是来吃东西的，我们是来给您送证据的。交出晶石吧。证据，你拿出来啊！我们当然拿得出来。鱼竿已经亲口给我们承认了，对不对？两位记者，你们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，我完全有理由相信，你们收买了他。我这样分析，没有错误吧？收买，徐建华，你知道这个词对我们是一种侮辱吗？徐建华，今天我来这儿，是给你一个机会，是一个机会，你要自己不珍惜，请你以后不要后悔。哎，我们还没点菜呢。喂，秋雨。哦，你在哪儿？以前的学校。秋雨，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？是啊，是不是没有妈妈，不想回去？你们不要说我妈妈。你们干什么？跟你们说了，别再欺负秋雨了。好了，我们道歉。秋雨，秋雨。秋雨，别哭了。我不是怪他吗？那为什么？因为我爸爸要给我找一个新的妈妈。是吗？我不要新妈妈，我要自己的妈妈。秋雨。对不起，秋雨。
昨天，其实我是不想把你牵连进来。你也知道，这件事情并不是开玩笑的。我想是我爸妈的事情，没必要再牵连一个人。自从我妈妈去世以后，徐叔叔、沈阿姨还有你，是对我最好的人。沈阿姨失踪之前还特地来找过我，提前送给了我生日礼物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他们出事儿，我的心情跟你一样的难过。对不起，我明白。可是，原来沈阿姨送给我的水晶，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。金石，难道这就是第二块金石？封印之盒里，太好了，这下我们两个都有晶石了。徐峰、秋雨，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事情的缘由了。在时间的彼岸，真的存在着另一个空间。这个空间有两位长老掌握着，莫能长老拥有着正极能量，幽龙拥有着负极能量，而莫能长老手中拥有的风、火、雷、雨、电五颗元素晶石正起到维持异度空间正负极平衡的力量，而异度空间的稳定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现实空间的稳定，造成现实空间和异度空间能量的不平衡。这一直是莫能长老担忧的事，但没想到幽龙却趁此时意图将现实空间和异度空间合为一体，由他来控制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不久的将来现实空间将不复存在，莫能长老不得不将五颗晶石带到现实空间，除了吸收现实空间的正极能量来补充晶石能量外，更希望在人类空间找到五位与晶石相配的战士。徐峰，当你和秋雨看到这本封印之谜时，你们最少已经找到两颗晶石了，但这只是开始，更大的艰险和困难还在后面。记住，晶石共有五颗，它们只有在每年的一月一日之后的一个月时间内产生能量。由于幽龙已经派出七名模型者来现实空间拿回晶石，我们不得不把晶石隐藏了。这七个模型者分别是魔骨、魔玉、魔童、
魔灵、魔剑、魔魂和魔心。根据莫能长老的预言，这五块金石在人间都有相对应的五位战士，你们就是其中两位。你们还必须遵循这本封印之谜密码书中提示的线索，找到其他三枚金石和三位战士。2月1日凌晨，通往异度空间幽龙老巢的封印之门将会开启。你们五位战士必须合二为一，形成终极战斗王，进入幽龙的老巢，去战胜魔首幽灵，挽救现实空间。如果有任何闪失，后果都不堪设想，而我们也将再也无法相见了。徐峰、秋雨，既然命运选择了你们，你们就要勇敢地面对。当你们拿到封印之盒开始，时间之印已经启动，进入倒计时，时间紧迫。最后，徐峰，你一定要照顾好秋雨，爸爸妈妈想你。再见。他就是魔骨。你想怎么样？秋雨利用他的晶石能量，第一次成功地进入了异度空间，但是周围奇异陌生的环境还是令他十分不安。更糟糕的是，魔行者已经尾随而来。秋雨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虽然秋雨对自己的装备十分陌生，然而战士的本能告诉他必须迎战。魔骨出击，与战士出击，怒杀神刺，暴风超音。自由的飞翔，你来我往，激烈对战，这一切令秋雨十分惊讶。正在这时，魔骨的陀螺占得上风，然而战士的本能促使秋雨释放战士能量，而魔骨技高一筹，魔骨出击，迷魂钩刺，魔
行者的进攻奏效了，秋雨突然感觉头晕目眩。在魔行者的魔力下，晶石开始与战士分离。不好，与晶石危在旦夕。